陈豪同陈欣梅冬至呢日喺社交网站铺咗一家五口喺加拿大滑雪嘅温馨全家福，准备过一个白色圣诞。相入面佢哋两夫妇同三个仔女，分别系六岁嘅大仔 Aiden、四岁嘅细仔 Nathan 同三岁细女 Camilla， 着住全套滑雪装备喺雪地上面影相，非常温馨。Amy 仲留言同多伦多嘅朋友问好，又话希望小朋友可以体验下加拿大嘅生活方式，唔通系打算将来全家移民加拿大？